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吴老师。在瑜伽垫子上，双手打开肩同宽，手掌肩膀正下方，手指大大打开，指尖指向前方，双膝胯同宽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吸气抬下巴，抬头面向天花板，不张嘴，不咽口水，腰腹放松塌腰，呼气低头，含胸拱背，收腹夹臀，收会阴，下颚抵住锁骨。每当吸气时，抬头面向天花板，抬下巴；每当呼气时，脊柱、背部、肩膀向上抬高，夹臀收腹。每当吸气，每当呼气，练习10到20个呼吸，针对腰间盘突出、膨出、腰肌劳损、背部肌肉疼痛、骨盆僵硬、腿麻，灵活骨盆，产后修复，最后婴儿式。